我现在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，今天下午3点将会进行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的闭幕会。在闭幕会开始之前，是今年两会的最后一场代表通道。大家看，在我的右手边，两位代表正在接受中外媒体记者的采访。画面的右侧这一位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身影，他就是甘肃积山县人民医院护理部的副主任马秀英。马秀英实际上在积山地震发生以后，我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见过他。他的周围当时都是忙碌的医护人员，很多医护人员都穿着颜色不一样的护理服。马秀英告诉我，这些都是来自当地4面8方支援积山的医护人员。今天的代表通道，马秀英会说些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马秀英，来自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山县，是一名保安组基层医务工作者。2023年12月18日深夜，我现在是特别紧张也特别激动。很快几个月时间过去了，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现在那边一切都正常了，都住院患者全部都康复出院了，所有的工作都恢复到正常了。你其实上来自基层，回去之后还是会回到基层，会做一些什么工作？我会把两会精神宣讲好，把党的这些政策方针给人民群众还有同事们讲好宣传好，就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把这个两会精神贯彻好，践行好。今天应该说积山的这些安置点上也有很多人在看你的发言，想跟他们说句什么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重建家园。